另类的紫报景象出现在南投中寮的一处大马路上，一整排紫色的喜叶藤盛开，绵延80公尺长，形成了一面紫色花墙，吸引好多人前来拍照。而种出这些喜叶藤的是一座茶花园的主人，因为他非常喜欢紫色，才会打造这面紫色的花墙，没想到意外爆红。 紫色的喜叶藤在马路边大量盛开，形成一面花墙，不仅颜色鲜艳抢眼，整排看过去更是壮观。大批游客慕名而来，一边拍照一边直呼好浪漫。紫色很漂亮，真的是非常的漂亮，好像日本哦。 绝美景象让游客笑说，好像来到日本，但其实这是南投中寮长垣隧道附近的一座茶花园，园区主人因为非常喜欢紫色，就种出一整排紫色的喜叶藤，让民众免费赏花，更号称这里是全台唯一的喜叶藤花墙。家己介意紫色的花啊，啊想讲哎。 正长起来，哎呦，这水，我就要挂好正规排嘞，啊，正我大家看了嘛，就欢喜啊，对吧？我每年都过来，为什么？因为这里太漂亮了，太漂亮，连花都开得很漂亮。喜叶藤盛开，一路绵延80公尺长，可以说是近年来花况最漂亮的一次。花期预计还会到3月底，民众可别错过。而其实喜叶藤别名又叫做许愿藤，更让人感觉愿望能够成真，浪漫指数破表，也难怪大受欢迎。记者曾如晨南投报道。